所以师父跟大家讲，资粮福德的资粮靠自己严厉的去修。你今天道德不好，我要拼命的改啊，非常的严厉啊。道德好的别人看得起你啊，吹牛撒谎谁看得起你啊。所以你想成佛，你一定要严厉的修自己的福气，我众善奉行，我一定要帮助别人，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是会有福气啊。你就是做生意一样，你很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把产品搞得好好，质量搞得好好的，那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的钱会越赚越多，这就是要严于律己呀。然后道德，你把自己的道德管得好好的，别人一定看得起你。那么我们从佛法界来讲，你今天就是打坐也好，你念经许愿放生也好，你磕头拜佛也好，你都要认真严厉呀，对自己要严格呀，因为你是在修福德的资粮啊。你的智慧资粮虽然还没有，但是你必须先要有福德的资粮。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大啊，福报很大，你想想看，有些人比方说啊，大家都对他好，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这个人人缘很好，大家一定对他很好，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这个人很有钱，很有福气，你看看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你说做生意做得好，他也懂得怎么样让他的客户能够满意啊，他也有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世间的福报，那有钱有的时候可能可以买得到你的福气啊，但是你要知道，第二资粮那是智慧的资粮，你的智慧福德是钱买不到的。所以师父让你们正信正念，就是让你们用心去达到你们智慧的那一种内心的一种知识，佛学知识。如果你有智慧了，你就懂得什么叫福德资粮，什么叫智慧资粮。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就是要修这两个资粮，修好了资粮，你才修加行位。加就是增加的加，行就是修行的行，位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连福德道德都没有，福气也没有的人，你今天连修行念经的时间都没有，你拼命的只知道打工赚钱，你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你这个人有福气吗？没有。你这个人如果整天算计别人，没有道德，你能有修行的果报吗？没有。你今天没有智慧，你舍不去这些时间和钱财，你就没有这些资粮。所以佛经上讲，你今天要第二步要加行位，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的念经啊、许愿啊、放生啊、参禅啊、打坐呀 啊包括一切修行，因为要在这两个资粮道的上面，你才能做这些事情，这叫加行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两个是造房子的 foundation， 那是个基础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房子是造不高的。所以任何的家行位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师父跟大家，什么叫家行啊？就好比已经修了，增加你修行的能量啊。你今天已经是一个修行人了，如果我今天啊是修行人了，我再出去做善事，我今天已经是个修行人了啊，我再去帮助别人啊，我再去啊参禅啊，再去啊念经许愿，是不是加行了？增加你的行为，相当于一个工厂里边啊，你已经很好了，那么
你增加多几个品种的生产。你本来这个工厂里是做毛料的，那么你现在的确良你也做啊，毛纺织的其他的布料你也做，那就加行，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工厂里的基础上你再加行，叫加行位啊。所以很多人参禅坐在那里半天，脑子里全是杂念啊。有的人打坐打了半天，有的人学佛讲出来道理一套套的，你连智慧都没有啊，你连智慧德能都不够，你连自己的道德水准都不够，你怎么能够修出佛道？所以要加行是第二步啊。所以在佛经里面讲的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修行实际上是经过两个大阿僧祇劫多生多世修来的，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拥有了这样的修行，你可能修行你今世能够一世修成的话，你不知道累世要经过多少阿僧祇劫。阿僧祇劫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可计数的啊，无始劫以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就没有数字可以计算的，叫阿僧祇劫啊，多生多世。所以为什么你们很多人的前世这么复杂，修了多少世多少世，你才能最后修出这个果位出来啊？那么刚刚讲到加行，那么到了后面就见道位。见就是看见的见，道就是得道的道，佛道的道。所以见道你才能悟道啊，见道位。所以禅宗里边在六祖坛经里边讲到啊，五祖当时呢就啊告诉六祖，不见本性修法无益啊，不见本性修法无益。你今天修心见不到你的本性，你修各种各样的法对你有什么帮助啊？啊，这就是见到位。因为你见到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你真正内心已经找到了你阿摩罗氏的最后内心的悟道啊。所以见到位以后才是修到位，你见到了你才能修道吧，修道悟性起了，那么你才能开始从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这么修上去，那么就是修道位，就是一道一道的就什么上去，其实就是品位了啊。最后成佛了就是第五步修行的第五步，那么叫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修到无上正等正觉，达到究竟了，究竟圆满了啊，到底了啊，因为它本身没有到底的了。所以这个修行的五个方法，你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就是多少世多少世多少世，不知道多少世，无可计量的多少世，你才能成为佛呀。所以你说说看，一个人要成佛多难呐、啊！所以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我们叫他凡夫啊？因为凡夫就是凡人俗夫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佛道路，你要经过这五个程序才能最后修成佛。因为你见道以后修道，你修道以后才能究竟位啊，达到究竟。所以六祖坛经上也曾经提出，不明自心，不见本性，修法无益。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连自己的心都找不到，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你见不到自己的本性，你再怎么修法也没有益处的。见到以后你才能修道。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
所以在佛学界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争议嘛，就是为了争论关于这个佛学的问题啊。因为世界上修行人啊很多，那么很多人说我不明自信，我为什么不能修行啊？啊，其实啊，在禅宗门下有三个这方面的观点啊。一种说悟后起修，开悟了之后你才开始修行，明白了再修啊，修道以后才能修行，也就是说你修道了之后你才能开始修你的行啊，修行修行。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先修后悟，你先修啊，后来就开悟了。又有一种说法是修道跟见道同时并进，所以在佛法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大家有争论的啊。所以在佛经上说，自为得度先度他人啊，自为得度先度他人，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哪个方面你要同时并进。所以现在末法时期，不是说你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救别人，等到你修好的话，很多人就等不到你救了。你要有多少能力就去救多少人，一边在救别人的当中，你先修道再修自己的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见道也好，修道也好，你不要去想这些，你的心里就没有计较的心，就是心中有佛性的平衡，你就能修成大道。所以大菩萨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时时刻刻先把自己两个资本修好，这个资粮位一定要修好，要有福报，一个是福德的资粮，另一个是智慧的资粮，能够懂得这些资粮，你才有资格去学佛修行，这是必须的。而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你的福德和福报的资粮和你自己的智慧资粮都会拥有的啊，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帮助别人，这叫自度度人。有些人没有福报的人，经常你叫他修行，他就说哎呀我没时间呐，啊，我没时间修心啊，我忙啊，我要养家糊口啊。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想退休了，想好好修的时候，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你的业障，你自己所造的因果，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啊果报。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智慧道好好的学好，要有真的智慧。真的智慧就是舍啊，慢慢的就会懂得。越来越懂得啊，这个有了资本之后，你才能修各种各样的，比方说打坐啦，然后念经啦，许愿啦，放生啊。有的人整天放生，他以后也能成佛，因为他太慈悲了。有的人整天的就许愿，他每个愿力他都能够达到，他这个人就是愿行菩萨嘛，他也能成功啊。啊，大愿对不对呀？啊，你看我们地藏王菩萨大愿啊菩萨，所以念佛修心、修戒定慧啊等等一切，你首先要加行位，首先要在于你要有资粮道啊。所以加行了之后，你就见到位了，就是你真正的啊，因为你的根基好，然后你修心啊、念经啊。放生啊，你就慢慢见到空性。其实空不是一句话空啊，因为有境界的呀。啊，很多人放得下不一定空啊，
很多人空了不一定放得下呀，因为你空多少时间呢？要一直空下去的，你才能见到位啊！啊，所以见到了之后，你就开始修到位了。所以很多现在说的，你这个人做事情到位不到位，其实就是这个道，这个位。我们现在人说道，到达的道，实际上就是你修道的到位。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你没有修到位，你空性也会失去，你暂时理解的空性你就白修了。所以佛法说不见空性修法无益啊！你修到后来你要彻悟，你就是见到空性，你才能修法有益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六祖啊，他也不看啊这种经教的经文的，因为六祖是古佛再来啊，你看，所以他讲的一切都是让我们明心见性开悟的啊。所以大家知道修道位，修到菩萨的道，最后就是究竟位才能成佛。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我们修心基础最重要。如果你连小毛病都不愿意改，你连撒谎妄语啊、绮语啊、两舌啊，很多的小毛病你都改不了，你不要说你能修成，因为你说自己修成也是妄语。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改变自己，从自我的修心开始，好好的掌握两个自量道，非常的严格的去遵守这两个自量道，你将被众生所庄严，你也就会成为人间的菩萨。好，今天呢，师父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故事，都是佛陀当年在的。佛陀呢，与大比丘1250人聚来到奇树及孤独园。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当时跟随佛陀有1250人到孤独园，当时呢有一位尊者，尊者就是富人吧，有地位的吧，我们都称为他是尊者。他拥有了无量的金银珠宝，万贯家财。他虽然非常的富有，但是非常的吝啬，犹不知足，也就是不会知足的。他不仅不供养侍奉他的父母，连妻子奴仆也是跟着他吃不饱穿不暖。他更加不与自己的亲属朋友往来，就是为了怕别人问他借钱借贷财物。这个尊者命中之后没有子女继承家业，所以当时所有的家产都归国家所有。比丘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就告诉了诸比丘，就是告诉所有的那个法师和尚。这位尊者，佛陀说这位尊者不仅今生悭吝，就是吝啬的，不行布施，因为他过去生也是如此。这佛陀很喜欢讲因果我们经过了2500多年了，我们也喜欢继续听佛陀当年讲的那些故事佛陀说过去在大香山有一种枇杷树，这些枇杷树树上呢住了一只鸟，这只鸟的名字呢叫我所鸟。我所鸟的意思就是应该属于我所有的，叫我所鸟。枇杷树的果实呢非常好，有食疗的效用，就是这个里边呢有点像中药成分一样，吃了这个枇杷树上面的果实大家很多的病就好了，比方说对肺对肾脏对支气管都有帮助。结果呢果子成熟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上山就去采果实了。
这个我所鸟啊，它整天在这个树上，它觉得这个树是它的，你们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家里来踩我的树啊？它就猛烈地喊，哎呀啊，这些果子啊是我所有的，你们不可以来摘啊。这鸟啊就叫啊，我的果实啊，我的家里的东西，你们怎么都可以来摘啊？结果你们都知道了，这人怎么会去理他的叫喊呢？大家摘着果子哦，不停地拿呀树取啊。这个我所鸟啊一再的叫喊，不要拿我的东西啊，你们赶快停止啊，不要拿我的东西啊，你们赶快停止。别人照样拿，任凭他怎么忧愁的叫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手边的动作。果子一颗颗被摘下来了，我所鸟不断的哀嚎，我家里的东西啊全被人家拿光了。他的悲切声越来越小，叫到后来力竭身亡，这鸟就死了。因为后几世由于他曾经在几世当中布施，所以他的今生又拥有了财富，但是他累世的记在他八十田中的这种吝啬，令今世这位尊者又开始了悭吝，又来开始贪了。佛陀就告诉比丘们，比丘们，当时的我所鸟就是现在这位啊贪吝尊者，就当时那个鸟啦，就是这个贪得不得了的这个尊者了。佛陀继续说，所以大众当修布施，割爱去贪，内心恒常保持清净无垢。比丘听佛所说，个个欢喜，依教奉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永远是你的，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树上，但是它不属于你的。就算拥有的东西，也会时间长就会坏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皆生灭无常啊！你们想想，哪一样东西是你们可永久拥有的？都是无常态的。就是连和你们每一天朝夕相处、不理你们的色声，你看你们到哪里，色声是不是要跟着你们走啊？你们走到哪里，你们这个身上这块肉体是不是跟着你们一起跑啊？到了最后也有败坏之日啊！短暂的生命过程当中，何不把握修善因缘，好好的要懂得，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要与人分享啊，懂得慢慢的分享，你就会得到分享当中的喜悦。所以佛法也是靠分享，我们做人也是有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吃，你会更开心。佛法大家一起学，精进大家一起来，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一个意念，一个思维，一句话，一个行为，离不开佛，你一定早晚成佛。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你在人间学佛，你以后会成佛。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你在人间，你现在学画画，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你今天在人间好好的烧菜，你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厨师。你天天在设计房子，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你天天在念经，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你天天做好事，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你天天贪嗔痴慢疑，你会成为一个被人家不为人耻的一个凡人。你天天的在害别人、阴别人，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鬼。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的未来，我们每做一步，每走一步，
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所以未来的佛、未来的菩萨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靠着我们今天一步一个脚印学佛而成的。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分享白话佛法，谢谢大家。